大家好，我是郭沫村，我是靳凯华，我是韦德文，我是蔡琼丽，我是徐军，我是崔敏格，我是陈淑华，我是蔡任，我是张越，我是朱茵。触摸中国脉动，感知中国文化，沟通民族与世界，连通传统和现代，用音乐传播中华文化，用钢琴奏响世界之音，让中国故事向上延伸，让滨海印象向下扎根，用对钢琴的初心替代胜负心，用对音乐的热爱与时代共进，让经典的旋律点燃我们的爱国之心，奏响对祖国的深爱与自豪，展示槟城形象，传递中国声音，面向全球寻找热爱音乐、热爱钢琴的你。共建和谐，同奏未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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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钢琴工艺云展播，期待着大家的到来。